OK， 开箱时间，兄弟们，今天我们聊这双鞋子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它非常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等它是一个平台的话，那这位主理人借着这一个运动品牌来向世界呢不断的做这样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说到这里，你们猜猜我说的是谁？没错，就是华人之光陈冠希。我从零几年开始喜欢陈冠希的。大家呢？对，反正我是零几年开始喜欢陈冠希的，因为再小的话我还没出生啊。然后呢，后来呢也不知不觉的，其实买了挺多鞋子，比如说这双其实是我穿的比较多的一双啊，跟陈冠希跟 Air Force One 的联名，是黑丝绸。陈冠希呢就借这双鞋子呢，把丝绸文化进一步推向了世界，让世界知道呢丝绸文化是中国的。 OK，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还买过一双白的，但是白色的话就穿的比较少，因为觉得怕不耐脏。但是我发现你就算穿的少，它鞋底该氧化发黄也一样会氧化发黄。这双鞋就是最美的 Air Force One 了。 Air Force One 其实它最第一次复刻其实是很不叫第一次复刻，第一次发出的话其实是很早了。那陈冠希呢借这双鞋把这个中国的足疗文化，然后还有像这样的中医啊，还有针灸的很多概念呢也推向了世界。后来呢这双鞋的复刻之后呢，价格也经历过一番波动，不过买了之后就觉得没太大所谓。但是这双鞋子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去年穿的时候，感觉这鞋头的这个塑料其实是会有水蒸气存在的，因为就是鞋内鞋外温差太大了，所以就水蒸气凝结形成了水珠会出现在这里，就看起来很不雅啊。那现在的话夏天其实可以穿了，因为夏天的话里外温差不大。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双鞋子是陈冠希之前联名过的，是这双，就是跟兵马俑的十四代联名。因为本身我是蛮喜欢十四代，因为十四代其实它脚感非常好的，它是有全掌气垫，所以前后掌都有，所以的话它的脚感是非常 OK 的。再一个的话，它这一个是跟兵马俑的一个概念做了一个联名，就鞋子上有很多像武士身上的那个铠甲一样的这样的细节图案，包括后面中国结还有钱币这些很多设计。所以这双鞋子我觉得不管是从实穿的脚感，包括这个颜色，因为我是北方人，黄土高坡上长大的，所以呢我对这双鞋子上的很多细节是更满意的。如果以上几双鞋你跟我一样都有的话，那这双鞋子我觉得你一样不会错过，就是这双 Air Jordan 5J。 首先呢鞋盒样子我觉得就非常好看，因为它有很多玉石或者是这种天然纹理的这样的图案，然后码数的话是九码，该说不说，这个鞋子不偏码五代，所以的话你买正常码或者大半号都 OK， 但我个人建议你买大半号会舒服一点。然后呢就是鞋子了。为什么这次以玉石作为联名的主题呢？我觉得听得懂我说话的人，不是中国人也是华人，可能肯定对玉石的文化相信都有自己的理解。那玉石呢在中国代表了有吉祥如意的意思，也是某种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同样呢在东方文化里，玉石也代表了永恒。采用玉石来合作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玉石这种材质呢它本身是不可以雕刻的，而是要经过反复的磨制才能出品，就像Jordan的球技一样，也是要通过不断的反复琢磨磨练才能让自己的技术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首先鞋子鞋面呢一样是陈冠希非常喜欢用这样黑色的缎面设计，所以整个鞋面都是缎面。然后鞋舌的话也是黑色，但是鞋舌是用了 3M 反光的材质，所以这个是在晚上有一个反光的效果。你比如说这样的鞋带扣，然后还有鞋子侧边的中网的部分，还有鞋底的水晶橡胶呢，它都用了这样的翠绿翠绿的颜色，就是调教的非常到位啊，就一看就是有那种玉石的味道已经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鞋子更屌的几个细节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鞋底里面是跳跳人跟 Clout 双方的一个联名大logo， 鞋子后跟的部分呢，乔丹的号码23号，它是用了这样的23中文的字样写了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好，但是在西方世界里，这个绝对是让外国人认识中国字的一个最快的办法。串珠，然后上面呢，一个是两个，后面是三个，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代表了乔丹的号码23号。佩戴玉石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采用红色的绳子，红绳呢也代表了吉祥如意，所以这个鞋子的鞋带呢就采用了中国红。这个什么叫中国红？这才叫中国红的颜色，包括鞋子的内衬呢也都是中国红。鞋垫它也是采用了这样的联名印花的这样的玉饰，然后上面有招，然后上面呢有乔丹还有 Clout 双方的 logo。 哎，为什么我抽出鞋垫里面还有一个鞋垫？哦，里面是那一只吧？答对了。然后呢后跟的跳跳人 logo 呢也是这样的刺绣的翡翠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反正之前的购买经历我感觉就是他经常会跟 Jordan 联名，但是陈冠希很少搞限量，所以就是购买难度呢就大大的降低。现在是出不了国，能出国的话我绝对穿什么就是各种中国风的东西或者中国元素的东西出去，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觉得低帮的话其实更好穿一点，就更易穿一点，好吧。所以以上就是这双鞋子的简单开箱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他们的官方发售，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节目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节目拜拜。